你说这事猴子如果知道了，又会怎么想呢？ 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心虚了？你刚才不挺硬气的吗？我根本不在乎你说那什么区区50万，我就是为了报复你。你还想知道背后是谁指使的吧？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文件就是我偷的，我全认。警察抓我，我也认。我最不可赦，但你更最不可赦，因为你偷，这是你偷心。你偷完心，你还不珍惜。 你给人扔在地上踩碎了，伤人家心，怎么没人抓你呢？他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是我单方面喜欢人家而已。我正追她呢，被你抢走了，我心甘情愿，因为你能给她很多我给不了的东西，你能让她幸福，但你没让她幸福，反而让她更难受。那么好个女孩，你个老渣男，你怎么那么混蛋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！